那么我们现场来到了嘉宾朋友，有什么苏有朋友开朗少女成功也，他们为了这个新戏叫做是刁蛮公主，哎，厉害了，恭喜两位啦！哎 ，say something to everybody， OK， say 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的。啊，안녕하세요，감사합니다。他会说中文的，会讲中文。哎，please Chinese language please 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娜拉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娜拉。厉害了！啊，你们两个怎么沟通啊？啊，你们不是拍这个《刁蛮公主》吗？对啊，对啊。那两个人这样怎么沟通啊？我们透过眼神就可以沟通。眼神呐、啊！哇，那糟糕了！那我今天跟你们一组，那我不是电灯泡了吗？我的啊，他这边有翻译，他这边有翻译啊，真的、啊。我们不在乎第三者。啊、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用大量的 body language， 对不对？肢体语言，比如说。我要去吃麦当劳。我爱你。谁？哦，我也爱你。哦，我也爱你。我们有演手语的，再还有，还有沙哑。哎呀，忘了介绍你啦。想念你的歌。哎呀，张惠春小姐啦，你本名叫张惠春呀？啊，真的吗？他是演手语的啦，所以你刚刚那手语，手语来一下，手语声。你刚刚说的是我模拟，我模拟呀，我模拟呀，道歉。后来又想，我怎么觉得我今年总共道歉六十几次了？你刚刚那个不像道歉啊，那在两边。是吧？真是啦，欢迎他们啦，好不好？那么旁边还有陈思泉小姐。对不对？但是上次我在节目里面啊开他的玩笑，结果呢，结果就被他看到了，所以今天就很尴尬。还好我们是有交情的，没关系。阿丽娜，请他进。他怎么说？我说了，大大的先生，跟全国的名模道歉，快点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谢谢大家。今天这个地方叫做通化街，跟我念一遍，通化街 ，Follow me， repeat once again， 通化街，通化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马上就要来进行十字路口了。好，加油，今天人马非常多了，咱们在通化街好好享用我们精彩的晚餐，好不好？十字路口文物版规则说明：这是一个边走边吃边吃边玩的文字接龙游戏，参赛者必须把每一道食物的字尾接到下一道食物的字首，并且把它吃光光。在游戏进行过程中，每道食物不定时会有文跟武的考验出现，通过文武考验之后才可以接到下一道食物哟。凡是最后两名的队伍将接受史上最残酷的惩罚。好了，三位我们动物星球频道，那三位嘉宾好，来来来，正好准备介绍一下，来。今天谜头是什么？今天的谜头是牛肉铁板烧。好，加油！他们三位啊，等一下会帮我们出题目，有文考验，有武考验，希望大家好好给他加油一下。张浪浪小姐来跟我们喊一下，好，十字路口出发了，唱一遍。十字路口出发了，来一遍。十字路口，十字出发了。十字路口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对吧？这样没有不够力气的。十字路口出发了，这样。十字路口出发了。十字路口出发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哦！好棒哦！我可以跟他同一组哎。哎，能不能小国手你带走啊？啊？不行啊！小国你带。人家穿真正的。是吗？对啊。喂，听说他们两个拍这《刁蛮公主》的时候，还传出绯闻。哎，真的吗？哦。难为娶你外姓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是吗？干什么？怎样？干什么？不演了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没有反抗，你们打什么？你们不敢反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，好不好？十字路口，出发！哇，这边都很好吃哈、哦，可是我们要先吃这个铁板烧。铁板烧在哪里？这个，可以吗？这里。啊，这里刚好没有客人呐、啊，来帮忙他一下。牛肉铁板烧好不好？耶，听到。
快点！哎呦哎呦，有位置，有位置，哎，这边还有几个位置？哎，这里有一间呢。牛肉铁什么？老板，铁板烧，牛肉铁板烧，一小份就好。对，越少越好。拉拉，快先炒我们的。哎，他都开始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坐下来就吃啊，我们就吃他们的。干嘛啊？出道多久啊？出道8年。8年了，20年。那边有出道比我晚的嘛？那个死胖子。你讲话。来两碗面条。再见。对。你看你好好吃哦。哦，我看看看。赶快吃。哎，赶快吃。我突然忘了，不能吃牛肉。啊？忘记了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很难想象啊，一位超级巨星来到彰化街。哦，今天啊，前面算后尾了啊。陶哥啊，几百啊，几百。啊，修，哎呦，好哎。谢谢。哦，谢谢哦。哎，你要不要来一碗饭碗白饭？哎，仙客，他都白饭吃到饱啊！怎么这么无理啊？神经病！太过分，仙客！神经病，不要理他们，还给他们。这边多一点，我们，好，这我们，谢谢你啊，你真是好人了，蔡哥，我跟你说。